号战机进逼美军航母，美战机升空应对。本周稍早，两架俄国军机逼近美军“龙纳雷根”号航空母舰，美国海军紧急出动四架战斗机以示回应。两架俄国 TU-142 熊式战斗机周二当天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日本海上逼近了美国“龙纳雷根”号航空母舰。俄国战机逼近该航空母舰一海里范围内，且以500英尺的高度低空掠过。这艘航母正参与美韩双边演习训练。一艘美军航母护卫舰尝试与俄国军机沟通，但并无回应。于是雷根号航母便紧急出动四架 FA-18 黄蜂式战斗攻击机拦截并送离俄国战机。俄国军机撤退时，一艘美军航母护卫舰跟随在后。白宫发言人表示，此次事件并不特别具有威胁性。